你想要我们做什么？讯息接收者。没事，越来越少了。虫族在西南方。而且我这一场会记得要那个。战士们，启动你们的。我会记得要补工兵的，所以这场真的很有机会，妈。啊，我们三战有谈好外交之类的吗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越快攻入天际时，对我们越有利。虫族很快就会淹没神殿的周遭。我同意。不过有必要的话，我的黑暗圣堂武士能潜入敌人后方摧毁天极石。Cato， 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没事啊，要过了。我只要记得这个等等75魔的时候按超次，按那个超次元加速就过了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啊，那人不知道那个差很多吗？啊，我应该用这个的，因为这个工比较少。你没有，又有一批虫族准备从西北方的虫巢发动攻击。哇，补到太快，都卡人口了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黑暗盘旋着。你想要我们做什么？那个很强啊！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升级完成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需要我。我沐浴在晨曦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亚坎尼斯，我们的观察者回报，有大批虫族涌入夏库拉斯。然而，一个混元体也没有。亚盟在测试我们的决心。很无赖，你想要我们做什么？那这句话也很奇怪，亚盟测试。测试决心是怎样？自以为人家在测试你决心。虫族正从东南方的通道接近神殿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
圣堂武士做好准备，城主打算从两侧假攻神殿。我从阴影中到来。我方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完成。天极时的时候务必小心，一旦受损，它内部的能量可能会变得不稳定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我沐浴在晨曦之中。我从阴影中到来。奇怪，神殿周围有王虫在盘旋。我见过这种战术，他们正在运送地面部队，快摧毁那些王虫。摧毁王虫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死亡了。我们的数据显示，萨库拉斯上面有将近5亿只虫族，全部都朝神殿接近。让他们来吧，圣堂武士无所畏惧，要我们的服务。你们在惊慌过中，我从阴影中到来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刚这些雷兽突然就死光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死了多少东西，雷兽没了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
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交战，你需要我。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金矿，为你所用。战士们，时候到了，神殿的能量正在重新调节，就快完成了。大主教，我在萨尔纳加神殿底下发现了太阳素，要是能多守住这里一会，我应该可以收集他们。凯拉克，开始收集吧，我们会尽可能守住神殿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哇靠！这边怎样？受到攻击，我这边爆炸了。这也不是一堆光炮啊，形同虚设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
足够的金矿。进得去吗？不行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大主将，我从未见过数量如此庞大的虫族，这就是我母亲曾经面临的威胁吗？不，大族长，这一次更严峻，我们得赌上一切才能对抗这场威胁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足够的金矿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顶烂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的引刀全没了，怎么办？是正常的吗？受到攻击，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立场内。你没有足够的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在收集太阳素，只要再守住一会儿。防守，防守。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的探测器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靠，他打这个好痛哦。这个混元体打这个建筑物太快了吧。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正受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正受到攻击，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
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没有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方的水晶塔遭到攻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方的水晶塔遭到攻击，你的基地正受到攻击。防守。防守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完成了。太阳素成功传送回雅顿之锚了。可以吧？我是不是说，基地正受到我刚刚是不是说，那个工兵只要有补刀就过了？哎呀，基地正受到攻击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圣堂武士，启动次元传送，快回到安全的地点。陛下如同。哇，这次赌盘没有很多哎，才一，总共才16000而已。KYO 7784使用了9100。实现他们的愿望。4500085000。刚好这一把换成一点半钱。成就，选择成为黑暗圣堂武士。
啊，这个女妖等等一定要先，一定要记得。那个没有顾到太亏了。现在能从星际之门跃传凤凰战机了，他们具有绝佳的机动性，擅长进行长城拦截作战。那不用。我渴望出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他那个不一定是七分，这个噩梦难度他是随机的，但是就是大概在那边。你可以说大概在那边，但你不能说一定是那里，因为他的进攻波次是随机的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天空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空间立场，我渴望出击。成，我们的敌人 back， 快用！战斗，天空等着我们。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传送成功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Lock time。天空传送。等等，亚蒙的部队要来攻打我们的星河了。啊，先手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常，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潜伏在哪里？了解。为了荣耀。Zero Back。等候你的指示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常内。空间。战斗。啊！白死！你找我。我们的敌人。天心锁是我们的了，从能量流动的方式研判，只要再控制其余四个，就能开启神殿。大主教，塔达利姆出动了一艘泰坦级的传输棱镜，如果它的动力核心跟我们的类似，那反应炉会是由纯化的太阳素所制成的。情况允许的话，应该摧毁那个棱镜，用它的反应炉来强化我们的太阳炉。我渴望出击。Zero Back， 回避速。天空等着我们。与敌军交火中。提高戒备，亚蒙的仆人打算来夺取天星锁。立场已连线。本能不破。乘坐在空间立场已连，战斗的时间到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战中，为了荣耀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，
我渴望出击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空间立场已连线。Zero Back Cryo。我渴望出击。哇，这边怎么没新管？了解。天空等着我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我战斗机空间立场已连线，基地正受到攻击，升级完成。Navarro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加速诸天化战斗的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渴望出击。等候你的指示。受到攻击，我可以穿越星系推力。基地正受到攻击，空间立场已连线。加速无限化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哇，家里被打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渴望出击。Zero Back Cryo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工兵应该补满，按太多。升级完成。天空等着我们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空间立场已连线。我渴望出击。你需要更多。升级完成。Navarro。了解。喂，我们的敌人，你需要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按那个人类呢？这我看到神族。
天，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乘坐在正义飞翼上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们跟敌人交锋了，为了荣耀。加入 Do Ten Prairie， 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苏醒了，与敌人交战中。站住 ！Zero Back， 快用！我们的敌人基地正受到攻击。Zero Back， 快用！空间，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我将遵从。Never wrong。我可以穿越星系堆裂。他下一波应该要来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更多高能瓦斯，为你所用。战斗我们的敌人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渴望出击，天空等着我。瓦斯，敌人正在接近。战斗，我战斗。空间，天空等着我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。敌人，我们。我可以穿越。容我。敌人正在接近。空间。战斗的时间到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战斗的时间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场内。这关根本就是靠凤凰 carry， 但是最后要 end game 不能只有凤凰，大概是这概念。
潜伏在哪里？敌人们，我可防出击。加入杜天华，与敌军交火中。我们的敌人。哦，差点炸出来，吓死了。等着我，正受到攻击，空间立场已连线。我渴望出击。我侦测到另一个天心锁落入敌人手中，亚蒙的部队展开防御了。开那个吧，这边我渴望出击，这边刚少了两个战群。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水晶塔，我侦测到另一个天心锁落入敌人手中，亚蒙的部队展开防御了。天，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了解。现在干神族啊。总算要过了吧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可空间力空间力基地正受到攻击，升级完成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们的
与敌人交战中。哇，好多！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们的敌人正受到攻击。战斗的时间到，你的探测器正受到攻击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哇，电脑发疯了。船舰上的反应炉跃传过来，以便进一步研究。我将遵从。我侦测到另一个天心锁落入敌人手中，亚蒙的部队展开防御了。与敌人交战中，我们的敌人与敌人交战中。那可是我方的守军马上到了攻击。死一只凤凰。OK， 终于啊，兄弟，没多难嘛，我还有7000多块，是吧？我渴望出击，升级。怎么样？要不要 AA 看那个 AA 看对手？我可以穿越星星。我们将永远胜利。感觉可以 AA 一下。乘坐在正义之翼上。那位战士，快从敌方基地撤离！我们得集中战力控制天星锁。哎，那人类家还有神族。大主教，五个天星锁全都控制住了，通道正在开启。角度数。哇，累死我！看来亚蒙的部队撤退了，在神殿内部，我只感应到一片死寂。那代表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的命运即将揭晓。